好，同学们，现在我们进入 Form 5 Mathematics Bob 7 Bob 7 Sugatan Serakan Tata The Combo OK 这一课其实是很好玩的一个课来的。 OK， 我们之前也有这一课的。 OK， 只不过现在他又改了一些东西，又变化了一些东西，所以你感觉他也是很厚降，他主要是整个考卷里面的其中一个送分题咯。 OK， 好，首先我们要看 Serakan。OK， 十二干，我们首先呢，我们一步一步啊，我们一样一样东西去处理。OK， 好，你看这个全都啊，它有一堆的数据。Raja di bawah menunjukkan markah yang diperoleh。OK， 好，那个我们讲的哦，对，这个要提一下。OK， tentukan size selang kelas bagi setiap set data berikut berdasarkan bilangan kelas yang diberi. Seterusnya bina satu jadual kekerapan yang lengkap。OK。这个叫做加多啊，可可拉班亚伦嘎 ，OK， 然后要把它写的里面必须要有可可拉班哦，你的 salon class 咯，这个叫 salon class，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class interval，and then frequency 可可拉班 ，and then hard bawah lower limit 呢就是看下面的，看前面的 ，upper limit 看后面的 ，titik tengah midpoint。sebatang bawah sebatang lower boundary 就是一的这个前面的下一个，我们通常有点五的，这个是完整的东西。 OK， 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一大堆的。 OK， 完了。 OK， 然后呢他就题目呢通常会给你一堆这样的东西，你要怎么去定啊，同学们看。 OK， 我们通常题目给你这样子，他会告诉你 bilangan class number of classes它要是多少。 OK， 我们就拿最大的减最小的，最大的减最小的。 OK， 然后除以我的 bilangan class。 OK， 里面最大的数目减掉最小的，除以 bilangan class， 然后呢我们就近似 round off。 OK， 近似值成为20，那我们就知道一个 group 里面有20个号码。 OK， 那1到20有两个，如此类推，就继续的把它完整的记录咯。 OK， 那下面这个也是。OK， 我们首先来看最大的数目是什么？有100，有比100更大的吗？101，有比101更大的吗？105、102、105。OK， 我们现在看到知道了105，最小的呢？给、okay， 我们看81，有没有比81还小的 ？OK， 没有，所以我们105减掉81，除以五个 class， 因为题目要我分成五个 class， 然后呢出来的答案呢就是 4.8， 我 round off 呢就会变成5，表示说一个组合里面有五个。我们以最小的作为开始， OK， 最小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数目作为开始，就是81， OK， 那是 long class 啊， 81 到81要加五个数目，81到85 ，OK， 然后呢，第二组数目是那个86到90，然后到91到95，然后就96到100，然后呢101到105，五个组合完整结束。然后呢就 frequency，OK，、okay， 我们就进入 frequency，OK、okay。这边呢你当然可以画美一点啦、啊、齁。frequency, 我们来看81到 85,81, 有没有 82? 没有。OK, 这边还有吗？其他的一个不了。86到 90, 1, 2, 两个不了。91到 95, 你看啦、啊、这个我们完了的。OK， 完了的你割掉，这样你等一下做东西的时候就不一直在重复咯。91到 95, 93, 1, 2, 3, 还有吗？ 4, 没有咯，就4个咯。OK， 我们这样子处理啊。96到 99, 一样咯， 1, 2, 3, 4, 5, 就5咯。101到105剩下的咯 ，OK， 96到100还有个100，还有100，96到100，所以这个不是5啊，这个擦掉 ，OK， 刚刚5了吗？6 7 8
八咯，还有个一百嘛，因为101到105 ，101一个，然后102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五个。然后我们要检查这对数目有没有错，我们就看这边总共几个数目，12、12、34、56、78、90、12、20个数目，加起来总共的总数一定是20的 ，OK， 一加啊 ，OK， 20咯，对吗 ？OK， 这样你暂时性这个地方对了，然后就到达了 Hatbawa 就是81咯 ，86 咯 ，91 咯 ，96 咯 ，101 咯，然后 Hatadas 85。90、95、100、105，然后呢，下一个是什么呢？滴滴灯啊，滴滴灯啊是怎么算的？81加85除2 ，OK， 81加85除2，两个的那个 hard atas 跟 hard bawa 加起来 ，upper limit 跟 lower limit 加起来除二，所以这个是83哦，这个是88哦，然后这个是93哦，这个是。98咯，然后这个是103咯 ，OK， 搞定了第三排，然后就到达了，滴滴等啊完了吗？然后就到 lower boundary 跟 upper boundary，lower boundary 80.5， 给81的少 0.5， 然后呢这个就是 86.5， 然后这个呢86.5 85.5， 这个呢就 90.5， 然后呢这一个呢就是 95.5。然后这个就100.5，当它的那个我们好了，这一个 lower boundary 是八单八万，我们就去 upper boundary，OK， 85.5，90.5就加0.5啦，后面这一个 upper limit，OK，、okay? 95.5，然后100.5，然后到105.5 ，OK， 所以你看啊，这个东西啊，搞定了，这一个我们称它为那个的。Jadwal kekerapan, a frequency table complete, 完整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OK。考试里面会不会叫你做这一个？会比较少，一次线的时候你会哭一下，因为平常很少做 ，OK。好，我们继续啊，这是第一个部分需要你去处理的。到了后面的，哎呦，就简单哦，对吗？他已经给了你 salon class。他给了你第一个，当然下面这边没有给你啦哦 ，OK， 好，这一个啊，你看，他有的 hard bawa hard bawa hard das di di deng 啊 ，lower boundary upper boundary，OK，、okay, 怎么样做出来，把它 complete 掉这个 graph， 这个4到6，6减4加1，3哦，每个是三个数目咯，7到9，然后就10到12，然后13到15，然后16到18，然后就汉堡啊，17、10、13、16咯，汉阿达是6、9、12、15、18咯，滴滴等啊，4到6之间是5咯，8咯，11咯，然后14咯，然后17，然后我的 lower boundary 是巴丹巴瓦3.5，然后6.5、9.5。12.5，然后15.5，如此类推，把它完成了哈，这整面函给填妥 ，OK， 好，这个是让你更清楚知道什么来的 ，OK， 你可能就这一辈子哦，就只做一次吧，因为考试也出现这一个的加度啊的几率不高，通常它一出现哦，学生会哭一下，因为一定有东西写错 ，OK， 登度跟 selang class dari pada data di bawah。OK， 他要你登录跟 Salon Class， 还记得刚刚我们前面怎么登录跟 Salon Class 吗 ？OK， 他要有6个 Salon Class 吗？我们拿最大的，好，数目最大的 ，OK， 我们第一排最大是88，我们检查有没有比88更大的，没有，所以88。然后第一排最小的是60，有没有比60最小的更小的？没有，减60除6就等于。4.67，你得到了答案，然后我 round off 就会等于5，所以每一组数目有5个，它的 salon class 有谁呢？从60开始出发，60到65 ，OK， 哎，64，五个数目不了吗？60到64，五个数目不了啊，谨记啊，然后
65刀，69，然后70刀，74，sorry，然后75刀，79，然后呢就是80刀，84，然后最后85刀，89，搞定，答案，把它处理掉。这一个也是，给、okay, 我们多加一个东西了。我们有一个可可拉半龙嘎干，可可拉半龙嘎干这个 cumulative frequency table，请你把这一个 highlight 起来。OK，可可拉半龙嘎干这边有个 example 啊，可可拉半出现了 frequency 出现了啊，这一个组合里面有一个数目，这个组合里面有三个数目是属于这个组合的。然后我的可可拉半龙嘎干呢，你看啊，第一个是一，第二个是四，一加三。然后呢，四加八，然后12加12，然后这边24嘛，24加9，33加3，总数36。它这一个的最后一个数目，它必须要跟这一边的头头是一样的。OK，12加8 20，29加1 30，36。36个，有36个人，他这边就要36。OK，我拿第一题来做 example 哈，第一个一定是二咯，第二个就是2加4。六咯，6加8 14，14加13 27，然后27加12 39，39加7 46。那我们检查一下，这边加起来是不是46？给、okay? 好，12加8 20咯。OK，7加13 20咯，20加20就40了咯。然后4加2 6 46，再等。OK，所以剩下的那两题你完成它。OK，好，后面还有可可拉班的练习，把它处理掉。OK，一样的处理掉。OK，然后这边有一题全多，我们进入这一个 hot graph 了。OK，hot graph 了，第一个的 graph， 我们称它为这一个 graph 呢，我们叫做double run frequency 啊，等下的跟 graph double run， 等下 OK， 你画的这一个 graph 啊，我们有呢，我们牵涉了 frequency， 等啊。那个 lower boundary 跟 upper boundary， 十八段 bawah， 十八段 atas， 所以呢，你看它是从这一个作为开始的。下面这一个部分呢，我们是用十八段 bawah， 然后这一个呢是 frequency，OK，、okay? 然后，就是这样 ，OK， 那十八段 bawah 它最后一个数目啊 ，OK， 记得啊，最后一个点你要有啊 ，OK， 我可以跟 data 等啊 histogram。dan polygon kekerapan dengan menggunakan skala yang sesuai. OK, histogram 这个 highlight 起来， histogram 请你 highlight 起来，当考试你看到这个字，它就是要一个这样子的 graph。 OK， 那我们来看后面的，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赏识，能不能够画出来一下。好，弟弟等啊，40到49， 40加49除2，所以当你40加49除2的时候，它就变成44.5，然后这一边呢就50到59除2，就54.5，然后呢这个就64.5，74.5，84.5，然后它的十八段八万呢就是39.5，49.5。然后这个是59.5，少0.5啊，记得是69.5，然后呢就是79.5，然后 Sabadan Adas 呢49.5，59.5，69.5，79.5，89.5。 OK， 然后呢我就开始画我的 graph 了。 OK， 下面啊要看好啊，我们通常呢 make sure 我们的 graph 呢是足够的位置的。我们来看 frequency 先啊， frequency 是1 2，它没有叫我们，通常考试它会叫我们用多少的啊， y 是要多少个，两个 cm 等于多少个数目，通常那它没有告诉我们的时候，表示说现在最大的数目是16，最小的数目是 1， OK， 那格子就这么少，我不可能用2 4 6 8 10，通常呢我们让它大个一点，我们是两个十个小格子，就是两个 cm 啦，这个 OK 一个格子，那我在这边我用5的咯，50 15应该就刚刚好够位置了。 OK， 那通常画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啊。 OK， proxy y proxy x， proxy x 呢就代表那个它上面这个是什么 gsim 来的，所以呢这一个是 gsim，
mass 来的，然后呢，括号 kg，然后这一个呢就代表 bilangan murid 咯，对不对？Number of student，你要写咯，bilangan murid number of student，OK？你通常是画在 graph paper 的。那在这一张练习呢，因为我不要你有很多张 graph paper，所以呢我就让你坐在这边咯，OK？好，然后呢这边呢是零，你会看到说这边是零哦，然后五、十。十五、二十，然后这一边呢，我一定是用首先我的 lower boundary，我的 sebatan bawah，sebatan bawah 的第一个数目是什么？哎，sorry，这边我们会用 digit 等啊，digit 等啊，digit 等啊，这边呢第一个东西呢，我们一定是放小一个的，OK，因为我们要从这一条线开始出发嘛，所以呢，这边我们44.5之前就是34.5咯，然后44.5咯，然后54.5、64.5、74.5，然后84.5，然后94.5。所以你看我们画 graph 的时候啊，我们的滴滴等啊，我们拿前面一个，然后拿后面多一个，就完整了这个 graph。OK，好，然后这个是现在要啊，现在要画的是 histogram 啊，polygon subpolygon graban。OK，好，然后第一个点是零来的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的嘛。第二个点本身是44.5是三哦，一多个格子等于一呢，一二三，第一个点哦。OK，然后第二个点54.5呢，它是13，我们放到去。OK，十三啊，所以这边是一、二、三咯。OK，64.5呢是16，64.516，15过后一个 point 咯，16咯。然后呢，74.5是二来的，74.5呢就是一、二咯。然后84.5呢是一罢了，84.5一在这边咯，94.5没有的，所以它是零。然后呢，你把每个 point 用尺给它连接起来，等这一个 graph 呢，我们就称它为 subpolygon kekeraban。OK，polygon kekeraban，histogram 呢，就是前面刚刚我们的那一幅咯，一模一样的那一幅，如果你看见的哈。OK，啊，这个叫 histogram，它必须要有 palang。OK，要有一个 palang，然后就画上去。你用的点啊，OK，你用的点在这一边，histogram 用的点是 sebatan bawah 跟 atas 的最后一个，OK，sebatan bawah 跟 atas 的最后一个，所以我们的 graph 也是这样子的，OK，那你先画什么东西嘞？啊，你先画这一个我们所谓的，比如说，我们画一次吧，OK，因为后面其实有很多幅你们可以画，我们尝试这一个，我们尝试画一遍啊，OK，你不会乱。我也不希望你乱哦。题目要你画什么？反正你画错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咯。OK，好，刚刚那一个呢叫 kekeraban，polygon kekeraban。现在呢，我们要 histogram。OK，前面刚刚给你看的那一幅呢，OK，这一幅呢是，这一幅呢是 histogram 单 polygon kekeraban 两个。所以你看啊，你要分辨清楚一下啊，同学们，我再来啊，这一幅是两个东西，但我要 polygon kekeraban 罢了，它是线条罢了，但我要 histogram 它是 palang 来的，当我要两个的时候，我两个都要咯，啊，就这么简单。OK，那我们现在处理一下啊，这个146到14150之间的 digit 等啊是148咯，然后这边是153，然后158，然后16。三，然后168，sebatan bawah 145.5，150.5，这边啊，通常它填完是两分，OK，你填对完了就是两分，那你错一题呢就扣一分，错一个格子罢了啊，就扣一分，OK，所以这个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不要填错。sebatan atas 呢就比较容易填。点五，然后呢就160.5，然后就165.5，然后就170.5，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订我们的那个 Scala 了 ，OK？ 先把格子给订出来，然后呢，我们下面这一边呢，我们一定是我们的那个 height 定义 ，OK？ 定义的 cm， 然后旁边这边呢就是 bilangan murid， 你就写 bilangan murid 咯。然后一最小，14最大，那我们还是照常的，我们用回那个，我们零、五、十、十五。20 OK， 虽然没有到20啦 OK， 好，然后下面的我们用的第一个 OK， 第一个 point 啊，是我们一定是用，因为它要画的是 histogram， 我们是要用 sebadanbawa， 所以第一个是 14.5 OK， 然后呢就15 14.5 啊 sorry 啊 145.5 145.5 然后 150.5然后呢就接下去是 155.5 然后呢就 160.5 然后就 165.5 然后最后一个 170.5 主要是我要它的 graph 很完整 OK， 那现在 145 OK 145.5 第一个呢你会看到它是4咯，4就是在这个点啊OK， 所以我们通常是这样子画的，到这个点哦，先画一条线先，让它这一个 body 呢是在中间的 ，OK， 啊，不要在中间也可以啦 ，OK， 我们这样子啦，这样子 ，OK， 不要乱啊 ，OK， 一乱就酷了，这个地方画得很难看了 ，OK， 所以它是4来的，到这边哦，所以它到这个地方10。然后150呢150是14 14就往上飘了飘来这个地方了看到吗 OK 然后呢就155呢155是往下的155是8罢了所以呢我们就下回来8这边罢了然后160呢160是3 3在 OK 我们看123 3在这边罢了然后呢就到170呢它是0来的 OK 是几乎没有的是1来的166到170嘛对不对1罢了没有了咯 OK 所以你看到这一个 graph 的出现吗 OK 1 2然后3 4 5搞定这个叫 histogram 这一个叫Polygon Kukuraban Frequency Polygon 这一个呢我们叫做 Histogram 然后这一个呢是 Combine 两个 Histogram 等于 Polygon Kukuraban OK 好这个画图呢你把它处理掉 OK 这个东西不难处理啊 OK 首先这一个照常了这个练习做了它这个练习做了它 OK B 啊 B 你看它会给你的2 cm kepada 2 buah bakul 2 cm kepada 10 kg OK horizontal axis 所以它会给你的 OK 哪一个它要蒙复的它是蒙蒙枪枪的它会给你那个 scala 的把它处理掉这一个你看这一个它只给你 salon class 那你要把它完整的做出来你需要再加一些东西咯比如说现在它教你画的是什么呢 polygon kukuraban 嘛对不对Polygon Kukuraban 刚刚我们才画不了是不是 Polygon Kukuraban 你需要什么资料 OK 你需要这个加多的滴滴灯啊你看见吗你需要滴滴灯啊这你的滴滴灯啊要出来咯你要画一个加多它空这么大个位置给你了就是要你 create 一个加多 OK 然后呢你就把滴滴灯啊给弄出来所以它需要什么资料请你参考前面的 MT4 跟 MT5 OK 如果你乱了啦 OK 好然后呢 MT9OK MT9 不需要今天你们就到 MT8 吧好不好我们的功课到 MT8 今天的课程 OK 好谢谢你们